各位贵宾百忙之中抽空前来为我们祝贺并致辞哈，我们台铁会更加努力的。接下来是揭牌，我们有邀请了12位的贵宾哈，我们麻烦请贵宾上台为我们揭牌哈。首先我们请我们台铁局的周局长，铁工局的洪组长，铁工局的许处长，我们台铁局的朱祖密，庇护处的余处长，我们机务处的柳处长，潮州镇的洪镇长，坎顶乡的林乡长，铁路工会高雄分会的阮常务，铁路工会屏东分会的吴常务，高雄检测段的黄段长，高雄轻段的陈段长，麻烦请上台哦。我们请长官贵宾就揭幕的揭牌的位置哦。好，12个。好，坎顶的郭主席来，请。潮州镇的陈主席，潮州镇民代表大会陈增亮陈主席来，一起上台共襄盛举。我会讲，奉礼用手套。待会贵宾们戴完手套的时候，先不要拉哦。贵宾们戴完手套的时候，请先等一下，我们要照相。照完相的时候，我们会请我们与会的一起来321倒数以后才请各位揭牌哈。请先不要拉哈，贵宾，请先不要拉。现在照相的，请先照相一下。揭牌之前，请先不要拉照相哈。